哇，好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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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真的很浪费，就跟你说过，舌根吃苦味，舌尖吃甜味，你要从舌尖慢慢的品尝，才能喝得出咖啡的层次。如果都像你这样，像喝威士忌一样，当然苦啊。我是说等消息，等得我好苦啊！真是煎熬啊！郑文琪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来了。嗨，怎么样，Allen 这边有没有什么消息？Allen 说，圆珠儿愿意跟乔凡搭档，OK 了。Yes，Yes，yes！ 乔凡，我们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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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次真的发了。怎么样，开心吗？说实话，真的没有什么真实感呢。你呢？当然替你高兴啊，我对你有信心。乔凡，我都已经想好了，这个 case 是运动品牌，所以我已经联络好健身教练帮你安排课程。不只要练出6块腹肌，背、胸、肩膀、手背线条一定要练出来，不然那个圆桌看到你啊，肯定想要吃青州小菜。什么意思啊？配肉松了你，来水一大杯。那边啊，是不是？啊？哎呀，不是我要喝，给你。我喝。练健身一定要喝够水，从今天开始呢，你喝一杯咖啡就配5倍的水来补充水分。明天早上6点钟起床，先跑5千，然后到健身房报到。对了，我们那个海报什么时候要拍？礼拜五。啊？礼拜五啊？哎呀，我们是为什么那么赶呢？衣服的样品早就做出来了，我们跟 Allen 都担心消息会外泄，所以想赶快把它拍掉。而且我们后面还有微电影的拍摄计划进行。这次新华是玩大的啦！哟，好好好，超凡，我们现在开始一天一餐断食，所有的碳水都不能碰。到拍摄当天呢，你的体脂要下降3趴。哎，会不会太不健康啊？哎，非常时期用非常计划。跟你讲，这次你要跟国际名模一起拍照，你的脸蛋、你的身材绝对不能被他压过去啊！Hello，我们会有专业的造型师把乔凡重新设计，OK？我们乔凡呢？啊，左边脸比右边脸好看，我会提醒摄影师，你也帮忙记一下。No，你没有我了解他。我是他经纪人。我是他女朋友。我们家乔凡呢，脸微侧45度，然后稍微放低一点点最好看。如果再加个招牌的笑容，就更迷人了。对啦，哎呀，不愧是女朋友视角，可以看到我们平常人看不到的。啊，对了，哎，怎么样？你有没有观察到我哪个角度比较好看？将来我就用这个角度来拍自拍。啊？背面。哎，现在是嚣张起来，是不是？当心我下禁爱令，让你保持社交距离。你敢？我当然要下禁爱令啊！他跟原著拍照，拍完照以后，他身价一定水涨船高。下禁爱令，他才可以维持他的身价。啊，不对，我应该对外宣布他已经有女朋友了，然后你们两个再分手，你的身价就会翻倍了，乔凡。你好意思？你好意思？不要打脸，我脸很重要了。对了，我想到了，原著的经纪约是快到了，我要趁这个机会来争取他经纪约，这样子我手上就有原著儿、乔凡两张王牌。Oh my god！ 我的天哪，算命说我今年会走运，真的，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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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达摩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今晚我想来点庆功宵夜，我请客。哎。那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饮食计划嘞？你没听过，减肥总是明天再开始。达摩，你好好顾店啊！来，收拾收拾，我请吃宵夜，走啦！哎呀，走吧，好吧。